我是菲尔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星秀，人貌星星就在这里。我是这一档的主播，我叫菲尔，然后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点一下主播室通知。我是一个唱歌跳舞的主播，现在给大家带来第一支舞蹈，喜欢的话把直播室通知点一点，然后免费的花花送一送，打打卡点点心，非常感谢。喜欢主播，觉得刚才主播跳的还可以的话，然后把直播室通知点一点，然后可以点击一下我们二号麦小花旦的关注，然后有意向驻场控的话，可以私聊一下我们的三号麦、三号麦驻场控，可以看美女彩排，尽量总是黏在一起，有道理，对你说的很有道理。那我们现在给你们跳第二个吧，喜欢主播的话把关注点。直播室通知点一点，非常感谢。现在跳一个，慢一点，别太紧张了。可以，跳一个这个吧。이렇게
新生小，我是这一单的主播，我叫菲尔，啊，跳了两支舞了，你们不喜欢吗？喜欢的话关注点点，非常感谢，然后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二号麦，想换单的关注，资料一下我们的三号麦，然后是我们的场控，有一些是场控的话，想看美女彩排的，可以资料一下我们的三号麦，会不会喂够喂够？不会，这个歌我还暂时没有听过。歌比较少，一个新主播暂时还没有，现在给大家跳第三支舞蹈的话，你们报关注点点哦，然后公屏666扣一下，或是色色的表情走一走，好吧，然后把免费的花花能送的送一下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然后现在给大家跳第三支舞蹈，跳第三支舞蹈，这个
欢主播的话把主播充值给你，非常感谢。然后现在还有两分钟还能给大家跳一点点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大家要把直播室通知点上哦。现在给大家跳一个比较短一点的一个舞，然后点一下二号麦的关注，等一下舞蹈结束以后，我们麦序结束以后，大家不要离开，稍后会有小花旦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，非常感谢。有一点点还是比较帅的，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把这部视通知点一点，非常感谢。等一下大家不要离开，性感的小野猫，主播不会跳小野猫，对，但是我刚才跳的舞蹈也很性感啊，是吧？主播跳什么都很性感。